喂 ，hello， 又嚟介紹啲好嘢俾大家啦。喂，今次呢把大嘢啊，呢把真係，呢把真係大嘢，即係封都講緊係九寸四咁長，一把KaBar嘅 combat knife， 亦都同時係 utility knife， 即係啲工作刀，同埋亦都係 combat knife， 即係大到影唔曬，因為太大啦。全長 14.4 到啦，咁啊個鋒啊 9.4 啦，咁佢用1095嘅 steel 啦，咁啊有個皮套，真皮套啊，大大個，咁皮套就墨西哥做嘅，刀就美國啦，嗰個皮柄啦，你大家睇到皮柄。咁皮柄啊，又係個即係 maintenance 要小心啦，即係要注意啲，如果唔係好鬼易發毛。咁啊，副聽啦，你見到支聽懟到落底。好，掹出嚟睇下先。哇，好驚啊，好大把，好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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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，呢啲啦，要幾小心？要試咧，要試咧。哇，刀背又鋸齒啊，一睇唔到一隻手指公咁啦，蝦嘢。所以尤其不熟悉的刀，大家必须是千万千万是要小心的。有时你不知道，尤其人哋可能把刀不是你是人的，你摆个套你贪得意即是拿出来看，你不知道你就嗨晒嘢。一把相当之大的一把刀。咁啊，背有齒啦，佢呢個齒幾得意嘅，佢三隻突係一隻粒，我唔知佢有冇名啊呢、這個，因為有時候啲齒係有名的，即係你見 CRKT 成日啊 Tom Rev 嗰啲 Restoration 啊嗰啲斜斜地嗰啲啦，咁嗰啲啊有 pattern 嘅。咁呢把嘢就即係唔使點介紹啦，咪～USMC 的 combat knife 咁啊好多年咗，咁呢啲都起碼咁越戰嗰陣已經講緊，已經KaBar已經去做緊呢度，咁啊流落到而家幾廿年後，咁喺呢個伊拉克駐守嗰啲美軍，咁都係唔少都仲係代言把KaBar。啲係適合嗰啲大隻嘅朋友拎咯，即係如果你話俾我，我真係覺得佢太大啦。即係呢把係一把劍咯，呢把對來講係一把劍，呢把並唔係刀，呢把係劍嚟嘅。咁中意軍事都唔錯嘅，都收藏下KaBar嘅刀。好，介紹就係咁多先。好，拜拜。